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六祖大师法宝大经。善知识，各位善信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这节继续来讲六祖吼大经行修行的，话念得远啦吼，行啦，咱大家咧行啦，咪行啦吼，行有品，吼行有品，这因缘果，万行代志拢有因有缘有果。那么现在呢，咱来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的，咱是一种缘，一种缘，好、哦。那么果是未来，果是未来，好、哦。因呢，就是咱的六祖大法宝大经，这是因。啊，因呢，要讲这六祖大师法宝大经呢，诶，因呢，就是咱对风水真经啊开始来，啊、哦，时。大师是大师之宝林啊，哈、啊！孝周为次子，哈、啊！以官僚入山请师出，哈、啊！请师出，以城中大凡事讲堂啊，为众开言说法，开言说法，哈、啊！师身成造处，哈、啊！为哈！次子。官僚30多人，哈、哦，儒教，哈、哦，儒宗学士啊，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儒教，拢是为主体。儒宗学士30多人，青年道学，哈、哦，青年精啦，哈、哦，出家僧，哈、哦，尼师，啊，道教的，啊，咱道教的，啊，属这个凡尘啦，咱这在家1000多人同时做呢。文愿文法要，大家恭吼合掌来向咱大师啊，来恭敬，要请法哈、啊、做呢啊，愿文法要，愿文法要，啊，这段的精神呢，为众开言，开言说法。开言，什么言者？就是你无所夹，无所夹。无所夹以来，诸天信众，哈、啊，信众，嘿，哈，对。因缘法，哈，因缘法，性足因缘法。比如讲，啊，咱现在一生呢，如何来修行，会当回归来找起本来家己，哈。所以咱请啦，咱对对，有一个时阵啦，哈，大家大师啊，甲宝林寺的时啊，啊，咱官员啊、了爷啊、哈、官僚啊，入山哈，是啊，请咱的大师啊来写大凡师哈。大凡事啊，哈，讲堂啊，哈，来讲经说法，为众生啊开示，开言就开示就开示，哈，开悟开悟，哈，入世开悟入世，哈，啊，来说这法的哈，咱一讲一经啊，必定爱有人
你若无人啊，吼、哦，就无成说法。因为你后啊无人，啊，就无成说法咯。是安尼讲啊？你比如我即摆来讲，讲去啊，我都记起来，一定爱有一个人听，无一个人听，真记会好笑啊！吼、哦，对无？爱有一个人听。那么在座嘞，阿和黄秀玉，你也记我所讲的遮嘞，你也记起来。吼、哦，啊，这要你当时哦，有啥人直接听经说法，听经文化，听这经呢？吼、哦，你必定爱有人听，啊是爱有人听，爱有人清法，有人清法，吼、哦，有人来清法，才有迄有法可说，吼、哦，若无来清者，就无可说，啊，无可说嘞，你才都讲啊，都咪笑个讲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法的开始嘞，必定爱有人清，吼、哦，就有人清晰的这清法，这清事的对。大师告吼，将个大将讲，善知识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，直得了成佛善知识啊！请听慧能啊，行有定法殊意啊！咱个大师啊，咱慧能大师啊，称呼善知识，各位拢是善知识。若毋是善知识啊，即生无可能出世做人；若毋是善知识嘞，无可能来听这个经，听这个法，听经闻法。那菩提啊！菩提啊，菩提自性就是咱的心，哈、哦，菩提自性，菩提有两种，顶回都讲过，菩提就是咱的佛陀啊，当时伫菩提树下开悟了，哈、哦，开悟，哈、哦，才看到本来的面目，看到每个人本来的面目，每个人拢是有佛性就对，所以菩提自性，各位本来的灵魂，各位本来这个都。自心的佛心啊，就是本来清净，本来足清气，无污染。好，以前咱讲过真气，真气咧，真气就是咱的，啊，就是咱的自性。啊，真气就是咱的自性。啊，大宇宙、大宇宙、虚空的平衡点，真气就是大啊，菩提自性。哈、啊，真气啊，哈，就是咱所有个。佛家在讲叫菩提自性，菩提自性，好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就无垃圾，好，本来就是大宇宙虚空安尼。你讲小盖小，大盖大，好，本来就清净的，无垃圾的。咱的人的心本来就无垃圾，那像现在小菩萨呢吼，诶，巧人呢吼，这小菩萨一生都伊都无烦恼，伊唔知菩提自性。啊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啊，本来清净。我闲啊，就先啦，含晒都晒咧食咧，嘛是清净，吼、哦，迄个本来就清净，人你看清净嘛，无垃圾的嘛，啊、哦，有垃圾是人分别出来，啊，但用初心啊，一了成佛，即句话是真深，哈、哦，但用初心，各位用咱的自性，咱的自心，什么心呢？自性啥自性呢？咱的灵魂本来的灵魂，吼、哦，讲较浅的，就是咱的灵魂。因为灵魂呢，要有两种灵魂，一种灵魂呢，就是咱死了后的中阴身的灵魂；一种就是咱的，叫做有个叫真气，有个八节大智慧的佛心的灵魂，哈、哦，这两个灵魂，哈、哦。啊，但用初心得了成佛，咱啊用咱的心啊，好、哦、不偏不倚。不偏不倚，哈、啊，都我所讲的这真气啊，啊，自性嘛好，或者自性嘛好，佛心嘛好，拢是哈、啊。得了成佛，咱有成就，成就直接进入大智慧，直了成佛，进入般若大智慧，直接进入八节大智慧，就直了成佛。这善知识啊，请听慧能行有定法。好、哦，所以也请大家吼、哦，点点仔听吼，慧能大法师啦，现在伊开始要讲伊经伊法吼。慧能用慧能严护本观还阳啊，还阳啦，做工留意两两难嘛，好、哦。严父是两种意思，就是讲伊在生的老爸老母，老爸老爸和严父，本官就是还阳的所在，做工留意领领男嘛吼，就走领男吼，就做神州一拜百姓，初心不行啊，
夫幼做查某啊，老母孤儿啊，吼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以饲卖茶啦。嗰个阿慧玲介绍伊家己啊，本身呢，就是伊个老爸啦，吼，伊个老爸啦，吼，你伫国关伫还粮，吼，走去岭南，吼，你算说了，当时时势歹嘛，吼，去迄个做神州的百姓，啊，即世人啊。真正不幸吼，老爸又搁早死，老母嘞还搁孤寡，吼啊，所以去到南海嘞非常艰苦，伫遐在卖茶，这点一个意思吼，有一个真深的深意。惠灵严夫啊，夫就是咱的根源，夫就是咱的根源，吼，伊领南啊，南是南方是先天，先天是先天之气南啊，吼，南就咱先天之气，咱讲过去所讲精气的牵挂，吼，咱的牵挂吼。乾为天就对啦，吼！乾为天啊，是咱这罗南做神州百姓，吼，手心不磨不行啊，咱这身体啊，出事这身体咱不行啊，这忽悠早亡啊，就是讲咱的开悟，咱的根源开悟嘞，真早就拍唔进去啊，咱的智慧真早就无呀，咱过去生的智慧啊，吼，来到出事来不行啊，咱全煞砍掉，做鬼拢砍掉去，暗掉呀，吼。老母孤儿啊，吼，移来南海吼，讲这世人啦，吼，老母的母就是离咱身躯上近的，吼，一方面啦，解说讲，咱的世间只咧贪嗔痴只的物件咧，吼，拢对咱身躯边，吼，对咱身躯边，吼，也是讲，要是讲对咱切身啊，甲咱切身，吼，所有众生，甲咱身躯边互相相关照咧，吼，拢时时对咱在行。好，伊来南海，伊来南海啦。好，人生平常伊卖茶，卖茶的中心，茶的兄做伙，茶是兄伙，中心的。咱人来到世间，吼，可惜原来咱的智慧拢是砍掉去啊，砍掉受到世间社会这个世事啊，环境啊，啊，甲咱砍掉去，所以就漂流南海的东奔西走，对北而南都由别而来的漂流，真心贫乏，咱呢非常的艰苦，吼、哦、啊！而且咱心灵境界也非常的，感觉真正缺陷，智慧无够就对，哈、哦！以饲卖茶啦，就是讲咱呐开始嘞，这流浪的时啊，咱的上大的目的是啥意思呢？上大的意思就是上大的内涵呢，就是讲，咱开始要重新燃起生命的光辉，哈、哦。好、哦，各位要看哪个环境哦？你袂使你讲，嘿，像一般字读字的，爱注意哈、哦。安尼是吼、哦，你看迄故事，你袂开悟的。意思袂差，就是吼、哦。以世卖茶，重新燃起，吼、哦，生命的光辉啊！迄叫做以世卖茶，卖茶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来禅宗啊。咱本山门是净土甲禅宗合为一体在修持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的禅宗呢，你看一样物件，一定声东击西，一定这样做迄项，你唔是正面的，唔是正面的，好、哦，你安尼是啊，你就修无行，好、哦。那么时啊，有一个时阵啊，无定时就对啦，咱伫世间啊。重新燃起生命的光辉啦！咱重新要点起咱生命的光辉的时啊，咱无时阵呢。你若讲哦，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嘞？你就定死啊！你根本就时间过啊，因为时间会变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直在转，无一个固定，哈、哦，无一个固定诶。那么呢，咱呢，所以这时，任何一个所在，你觉悟到的时拢是。那么各位现在的时嘛，觉悟到时啊，是时哈。有一个买茶，有一客买茶，司令送对迄个叫做客店哈。我有一个啦，哈，这就是
有一客卖茶，卖一客卖茶呀、啊，一个人客要来买茶，这就是导火。咱讲导火线就对啦，咱燃起生命的光辉，光辉啊，咱就这就是一个嘛，又一个因的又开始，好、啊、因又开始，好、啊、买茶就是果，好、啊、果。啊，过来咧，又过一个因，又过开始，哈、哦，又过一个因，又开始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咱爱觉悟到这个法啦，觉悟到这个法。我们才上一对客店，哈、哦，客收去，哈、哦，慧能得钱啊，慧能啊，伊就迄条都钱又摕来。那么钱，这个钱是什么事？就是现在的关系就是茶客还有钱、哦、买茶还有一个客钱各位啊你们说、嗯啊、我这个买茶茶来我就人客要有人买嘛、哦、就买方嘛买嘛、哦嗯、我买就要钱花呀没有那么单纯没那么单纯哦，你若是你遐单纯呐、啊，这个法都无先法咯。哈、哦，茶又是个因，客就是缘。哈、哦，这又是果。哈、哦，又是这个果，因缘果。哈、哦，这茶因缘果，因缘果因地果还生啊，这地啊，因缘果。所以，因为就是原因呢，就是慧能大师呢，因为生活艰苦，所以啊，燃起生命的光辉了，一个希望，哈、哦，也是啊，佮拄啊有人买来佮买茶，买来佮买茶，这又一个缘呐，好、哦，买来佮买茶，买茶的时啊，啊，就要钱开去，好、哦，钱开，那么这又客串了，又这一个缘，一个是缘。那么，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咱的人生就是从头到尾无所结以来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直在演化。一点钟前我足欢喜的，一点钟后无欢喜，即落因缘果。现在又阁无欢喜，还是现在足欢喜的，后点钟欢喜，还是一个念头足欢喜，一个念头又阁变过，所以啊，这变化，这就是因缘果，因缘果，哈、啊，上次去了收钱，啊，却出门外，啊，我就出门咧，见一客送钱，都开始咧，缘这拢是缘咯，这缘，啊，都打出门以外的时。钱摕到出门咧，都看到一个人客啊，看有一个客啊，啊，伫上经，伫上经啊，诵经咧，好、哦，诵经又一个因又开始，又开始啊，好、哦，又个是因又开始啊，好、哦，上经慧能一闻经语啊，听到经内底心即开悟，一心马上顿悟，马上就开悟啊。哈、哦，就问啊，客上何经呢？慧能大法师啊，伊就请示请问这条都人客讲你请什么经呢？啊，这人客伊讲都金刚经，呀，金刚经。啊，佮问对这个经对何所来？此处经典啊，你这个经是对倒位来上这经典呢？客讲我对荆州哈，荆州嘞黄梅关。东禅师来，哈，其实是五祖弘忍大师在辟诸法，在那做主持度化，叫主化主持度化众生。文人一千有外人，千外人，我到辟中礼拜，听受此经啊，大师相劝成熟啊，出家在家呢，吼，
囥在家出家咧，但是金刚经，大家一定爱来上这金刚经，这主就会见性啊，得了成佛，见性就我就直接成佛。所以金刚经是十方法界，吼，注重佛菩萨，吼，要如来，要如来，要未到成佛，如来要未到成佛咧，的境界，多踏入成佛的境界。啊，如来，吼，所有的天人圣众咧，成佛的一条路，一部经，金刚经尔。各位有诶，我毋知爱咱大家读金刚经的意思是啥呢？金刚经，吼，毋知咱若要开悟啊，爱上金刚经。咱若要有神通力，上不破门品，破门品。咱若要留一个军粮呢，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着上阿弥陀经，上阿弥陀经。所以啊，伫世间有三部经，有三部经，哈。慧能听到这里，在人客咧讲的是啊，哈，俗俗有言啊。对内心都发到说啊，伊就随开悟，这过去生拢是缘，甲这冤鬼嘛真有深的缘分哈。乃蒙一切处人十娘，以慧能长老母姨娘啊，好便告便往五门参礼五祖，伊将这个情形啊讲予这个人客知，哦，那么就一个人客啊哈，所以提十娘银予伊的老母。哦，慧能的老母咧，吼，做伊的家亲啊，吼，啊，叫伊记得对黄梅啊，你差去找五祖，去找五祖，做这个王贵啊，都提十两银去，养伊老母，过伊老母的生活，然后咧，自己咧，记得对迄个叫做黄梅啦，吼，黄梅官咧去找五祖，啊，慧能安置老母以后咧，即便是为啊，吼，就这你可能离开老母咯。不经三十外日，便到黄梅礼拜五祖。无才一个月呢，吼，就经到黄梅呢，吼，去拜这个五祖，哈，这五祖啦。大师啊，哈，是东禅寺，哈，东禅寺啊，东禅寺，哈，就是黄梅县东禅寺呢，去找五祖啊，哈。啊，祖爷，你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这正是法开始。吼，你何方的人？吼，因为禅宗的人啊，你若是要以后看伊要请示禅宗的师傅的时啊，恁爱特别注意个请示。伊讲你问你倒来，嘿，你讲我台中来，迄只唔对的。吼吼吼，啊，你我南投来，迄唔对呀。啊，你无开悟，迄个师傅啊，就安尼放咧，啊，就清清菜菜，迄个耳啊，甲你喊过，一定是安尼。哦，咱真侪信徒来，老师，我要请示哦，要请法了，我倒来。我台北迄泰山来，啊，台北迄树林来，啊，这是要来问普通师尔啦。普通的现在达到烦恼只尔，唔是真正要求法，唔是要求法。哦，因为你何方人，欲求何物啦？哦，你要求啥物件呢？你要找我，我无物件。哦，你要找啥物件呢？好。啊，慧能对啊，地主是烈岭南新州的百姓，哈、哦，原来礼师为求做佛，不求衣物，哈、哦，这个慧能大法师真客气，用地主弟子，伊不讲我，那我只都无开过，啊、哦，我到倒位啦，你无开过，地主一个恭敬心、谦卑心、谦虚的心。哦，伊就讲啊，地主某人，伊讲无讲我，哦，咱只看真济咧，只一个信徒地主，老师我安怎了？哈哈，是谦卑心都没有，无开悟，所以啊，那师父啊，地主如何？哦，这就是谦卑，是岭南新州的百姓，原来咧师，原来咪拜托师父，我讲啊，我要来拜托师父，错误呀，师父无啥拜托。要来求师傅，无啥物好求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啦，甲咱指示：求人不如求家己，求家己不如求真正家己，求人不如求真家己，求家己不如求真正家己。吼、哦，我说礼师就是尊敬法，原来礼师为求做佛，我这家人对南方来，吼、哦，要来礼师礼，要礼敬，吼、哦，这里有开悟，礼师，吼、哦。
为求做佛，不求义务啦。我干要求要做佛，哦，我干求只要做佛尔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觉性的人，已经觉悟的人，为求做佛。我只有一个目的咧，地主的目的咧，就求讲会当合作做智慧的人，哈，做这个有开悟的人，哈，不求义务啦，拢无要求其他的，名利总不求啊。好，可见咧，这段真精彩咧，吼，所以咱现在咧，上天落大雨啦，吼，来相应，吼，下你讲伊啊，咱大师啊。所讲的法啦，那么遐呢，迄个美妙，哈、哦！为求做佛，不求义务，做人呐、啊，我做讲呀，你是岭南人，又是过了，哈、哦！若为堪做佛呢，我做都较少。只讲你是岭南的人嘛，哈、哦！又是较早这里是真偏僻、真卡的人啊。真卡的人，若不奈哪有法度做分呢？吼、哦，这就开始咧，对这大师啊，对咱的大师啊，回应大师一个真大的考试，真大的考试。这你岭南的人，六祖伊五祖咧，伊知影伊讲我是岭南人，新州的人，要做分，不求伊分，迄就是讲伊的精气，伊生命，伊灵魂，伊佛性。好，已经知啊，已经有觉悟，有开悟了。啊，阿慧玲呀，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人，吼、哦，虽然有南北之分，哈、哦，佛性本无南北，哈、哦。过了心，伊回想无同。虽然我是庄稼人、偏僻的人，我的身体甲你是无相像，无相像。佛性那有啥物差别呢？吼，这句话是有够奥妙。吼，一开始有开讲，佛性那有差别呢？以前咱有讲过讲，真气，咱人的真气、生命、灵魂，如不动的核心呐、啊。核心小，一只大大只。包满整个大虚空，何况你地球呢？大虚空的一粒小细粒啊，一个物件了，小小一个尘埃，一个沙尘埃，那一条迄个土沙粉啊尔，吼！在佛的心中，刚刚来看，地球是一粒沙粉，迄沙尔。那么，伊讲人呐、啊，虽然有南北，你住南，我住北。啊，佛性本无南北，佛性本来就无分南北嘛。佛性本来就包天包海，南北拢包在内嘛。好、啊，这个了心呐，哈、啊，这下界回想无同款。虽然我是出世一个庄稼人，无智慧，无读册，哈、啊，啊，唔是真正高贵的人，甲你回想无相干，身体无干，佛性哪有啥差别呢？佛性根本都同款。等于讲现在咧。咱厝内底有十种的电火，哦，有是光灯、投射灯，这个是镁光灯，还有这个省电灯，还有什么迄个做普通灯、艺术灯，这样一个趴灯，灯的分有分种，但是所照出来光呢，本来拢是光一项尔，你根本都无分，所以佛性就是光啊，佛性就是光也，各位爱了解，佛性都是光。哈、哦，太阳发出来光，那么地球是太阳光所会当所照着，那么有照会着，照袂着，一个一相面安尼尔。但是呢，所发出的光呢，完全是相像，拢是平等的，佛性皆是平等的。咱即摆就有人分讲，哦，你台湾人，我外省人，我台湾人，你是外省人，你什么番仔人，真的，迄都唔对去啊。迄就是无开悟的人所讲的，无开悟的人所讲的。哦，若有开悟者，袂讲你是甚物人，我是甚物人。咱人这个形体，就是宇宙中的尘埃尔，是垃圾啊，无啥物分别。哦，但是佛性拢为一，拢为一。
五祖佫着佫开始佫来讲，哈，建遮建都将拢伫兴庫边，迄个时阵啊，五祖的一挂都弟啊拢伫兴庫边，哈，拢伫兴庫边，哈，乃令随从作物啦，所以紧的叫遐的都弟啊咧，另外紧的去别位咧，哈，另外去别位啊，去叫做，另外去别位咧，哈，去撞会。好，叫叫你撞开，好，这就是讲啊，五祖拄到一个啦，哈，哈，拄到一个，哈，拄到一个呢，这个叫做有开悟的好弟子，知影有因缘的到位，我即摆还在等，在等我啊，有开悟的到位了，哈，看当时有到在迄个，哈，等迄个叫做当时有到位了，当还在等。吼、哦，啊！但是时阵来到的时啊，凡些咧都有因缘的人咧，嘛会到位来。吼、哦，啊，然后来到咧，我来将咧来甲接，将这个咧，道场嘛放给人，这个法咧，放给人甲继续接咧。吼、哦，五祖将伊的兴庫边遐道地啊，叫伊甲乡边啊，叫伊从乡边啊去，吼、哦。去撞过，慧能就讲啊，慧能客回乡，客回乡，哈，不过回乡，弟子自心上升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啊，即是福田。未心回乡啊，未心回乡上教做何物呢？慧能大师啊，伊就讲，自性啊，慧能客回乡，禀报师父，禀报师父。弟子啊，自心啊，我的自心，弟子本来自心就是佛性，自心啊，上升智慧，这智慧永远是不生不灭，长生智慧就不生不灭，自无所及以来就有啊，就有啊，哈，不离自性。哈，对于这不离就是所有的智慧啊，拢是在的自性内底所发露出来，本来就有诶发出来诶，即是福田，即就叫做福田。那么现在咱足侪人啊，啊，你都加种一寡福田，你加摕一寡钱来吼，摕一寡钱来啦，加到寺庙啦，到买一啥啦，即福田，即毋是福田，即毋是福田，哈，我真毋敢讲讲哦，恁都摕钱来，好多种福田。真正种福田的大意，真正意思咧，心自心上升智慧啊，爱即个启发咱智慧，哈，不离自性。咱的智慧所讲的话咧，爱有智慧，唔通无智慧。所讲的话爱有智慧，唔通无智慧。坏坏果，迄啊，有人讲话无智慧咧，哦，我摕卡侪钱去赌场啊，去庙伊啦。吼、哦，安尼嘛是无，唔是种福田，下面种福田，吼、哦，结一个善缘安尼尔，结一个善缘，吼、哦，啊，未信回想教做何物呢？我唔知回想呢，你要叫我做什么物件？吼、哦，作文啊，作就讲啊，这里结了根性真大，根性真大，吼、哦，逆境勿言啊，你莫讲。哈、哦，你去真富强啊！你对真富强个，你啥物代志莫讲啊？伊知影，即个哈，那五祖啦，知影，慧能大师啊，已经开悟个人啊，啊开悟个人呢，伊都唔敢去，伊都无爱去讲，讲伤济啦，边啊道底啊看嘞，去弯道会个害，会个害，各位啊，爱注意，咱个学佛修行，还袂开悟以前呢，但最唔通讲我已经就是还袂。往时还袂真正，还袂开过，唔好讲我是谁来出事的。你若讲我谁来出事，你包死的，嘿，真正包死的。嘿，一定外国是怎，人会害你。而且呢，你会控高心。你讲哦，我谁来出事？足侪人哦，谁过来出事哦？吼、哦，婆婆太太哦，摕物件互你食，大家物件互你，无到尾啊，你讲你世间咧沉沦者的话，你免争执，你一个对落，啊，包死的，啊，我对你说地狱。吼、哦，根本袂记你家己啊！忘了自己要干什么，哈、哦！啊，尤其人会甲你害，甲你害啥啦？魔啊，魔界，魔界，吼、哦！
这地狱来，地狱里啊，地狱啦，魔界一个害。因为呢，有诶一个人啊，伊出世来世间的时啊，吼，伊若知影伊开悟时，伊会来，你也就做做众生有冤结脱未掉，所以魔障会挖来。所以各位啊，你若就知影恁谁来出世诶，上好莫讲我是谁来出世诶。吼，我这法门啊，这师兄弟真侪咧，吼，拢讲哦，我谁来出世诶？我你破去啦，你谁来出世诶？哦，那些东西要真是哦，我是什么现在是，我是啥什么王啊，什么佛啊，我你拢破去啊！你呐，真正你有开悟，你袂讲你是谁。会记得，你呐开悟，你袂讲我是啥人，因为有我的观念呐、啊。有我的观念啊，就无开悟。有四相啊，有着实四相。哦，这个四相。有思想的人啊，会开悟，无开悟。各位，恁下来去看到法师啦，吼啥？伊来讲，我是什么观音菩萨来出世哦？阿弥陀佛啦，这无开悟的。你哦，我是啥来出世的？迄拢无开悟，爱记哩。因为我想我是啥人，接着我想，哈，这都无去记啊。我想有接。接有思想的人，接思想的人，我都无开悟。伊若是开悟，伊袂讲我是啥人。好，人相，人相，哦，你某某人安怎？啊，所有足侪人安怎？啊，有偌侪人安怎？这受果相在哪里？好，有我、人、时间、地点、数量，脑这种存在的啦，拢唔是有开悟的。好，所以各位啊，你唔通讲哦，我是开悟的人，我是啥？达最未讲哩，讲哩就无开悟，就无智慧，真正无开悟、无智慧的人。然后是有人讲哦，我是活佛，嘿嘿，我咱大家拢活佛，会食饭就活佛啦。好，会食饭就活佛啦，迄就无开悟。哦，真正开悟，未讲我是活佛。哦，那么咱呢，啥子活佛啥个尊称？外人个尊称诶。外人一个，你各家吼，伊哦，原来都修行佛啦，有大智慧的人，或者外佛，有大智慧的人，或者外佛，哈，这得哪个尊称诶？好尊称诶，嘿。啊，那么呢，咱有当下呢，咱来静坐一时啊，打坐，你会见到自己的时，绝对不能露出你什么。你要讲讲我你啥人来出世呢？在什么时阵呢？等候要走的时，要断气，要死的时。要离开世间的时，迄阵我是啥人出世的？我本来就是啥人，一生来过修行的。迄阵的一定要浪讲啊，迄阵你才过认真做。所以作者啊，啊地主啊，对身边师傅身边啊，拢想着啊，师傅尻川个鬼鸡毛仔仔嘞，无啥啦，较讲嘛遐尔。跳到师傅叫酸的，我发觉一想，哈哈，我唔对呀，阿弥陀佛啦，你莫死哦，你又去了，你又搁老了，哈哈，走啊，无当吹啊，吼、哦，作者是安尼来。好、哦，各位啊，恁呐去之前好一个道场啊，好、哦，恁呐对恁师父那边啊，恁就好爱珍惜。足济伊这师父诶，会做师主持法师师父啊，伊诶身躯边啊，拢时常会实现一挂法啦。各位用目睭注意看，用心眼去看，用或者目睭静静去看，安尼来诶时啊，恁就会得到无上诶法宝，无上法宝，哈、哦。所以慧能特指后院对后壁的吼，对迄个叫做精密的吼，这个臭味迄个呛气啊吼，有一行者，有一修行者吼，叫慧能啊破茶打金箍吼，这金箍迄个腿啊，打迄个腿吼，才八个月，
有这个十万八遍的修行的人，吼，啊就叫叫做慧能，叫做慧能大法师啊，慧能大师啊，叫伊去做破柴的工课，哈，叫伊打这这净土，打净土嘞，净就腿，哈，超八个月，经过八个月遐久，先训练的，训练的耐性，训练的耐性，啊，做一日啊，做一日，福建慧能。咱个五祖有一天啦，忽然看到慧能啊，就看到慧能啊，就对慧能讲：“我师你之见可用啊，恐有恶人害你，哈、啊，所以不宜逆言呐。你知无？你知无？”慧能伊讲：“弟子也知师意啊，不敢行之当真，令人不觉。哈、啊，嘿，可能有开悟都有开悟的嘞，心甲心就相应。”心甲心就相应，哈，免讲哦，讲一大片啦，讲一山片，哈，免讲一山片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以后咧，你若拄到你咧迄任何一个道场的环境一个师傅的时啊，你呐，假使你无看啊，师傅无跟你讲啥，就认为这个师傅，尻川无几只毛啊，腹肚底无一嘴，无一汤匙水啊，你爱注意啊，哈，话多啊。话多的时候必有失啊，话多了有当时还是对大家不利，对啊不利。想起当时啊，我开始在学道的时候，我的师父，哈，咱祖师啊，师父啊，伊见我讲我拢在干嘛？啊边啊辛苦边啊，你这师兄弟啊，想奇怪，我见咱师父当来这吼，祖师嘞拢在干嘛？吼，拢在干嘛？在教老师吗？老师到这些修善吼，说不如他们就对了。我就欢喜，老师是无修这样吗？吼、哦，我足欢喜的，吼、哦、好、哦，你尽量嘛，吼、哦、骂啊，这些骂骂足济，念了几条腿，嘿，我足欢喜的，吼、哦，家属来各位爱注意啊，你师傅哪底甲恁保障的是恁爱注意啊，恁着听开始要吃饭到啊，这个开始脚板好干好，好下山你去找另外一丛树好翕，另外一支山咯，吼、哦、爱注意咯，吼、哦、这，哈哈，这就是讲咱呐有开悟的，所以啊，那慧能啊，大法师的，伊的。有一天咧，拄到耶稣啊，师傅咧，哈，做五祖来讲啊，我想你吼，这我伊，那五祖啦，知影，迄个咱的慧能大师伊的见解会使你用，伊的法确实会用哩，吼，惊有人有恶人啊，妄道的人会加害，妄道的人会害，所以伫道场啊，会真侪人拄到妄道的人。有的人在社会要冤有冤，有者要讨，嘿，未讨未好势，走起来道场拢走庄家，走起来黄讨，庄家出去修行都要消业。你要讨，做你真讨，来道场讲讨，吼，来道场讨，我好啊，忏悔，我欢喜来忏悔。所以伫道场有当时啊，伫社比社会较乱，就是安尼来。有当时啊，吼，有诶是骂来骂去，有诶呢吼，打来打去，恶来恶去，就是啊，有讨诶，总来道场讨，两个月前，好，咱大凡寺，好，大凡寺啊，迄一阵啊，也恁遐师兄弟啊，去修，迄只一寡境界拢有差异啊，好，所以造成啊，师兄弟有真济个，好在境界会差别，啊，差别咧，有诶乌人讲，无开过乌人讲，啊，有诶了未堪要讲，起步不着，啊，一讲老师啊，师傅啊，我有事情跟你报告，道场的这不，我很简单，道场是成佛的地方。道场是成佛的所在哦，讲你也听。道场都是成佛的所在，成佛是啥？成就大智慧的所在，成就大智慧对。大大小小的代志看袂过，我都忍受的是啊，你无可能去成就大智慧。啊，下日曾老迄个老师啊，迄地主啊，好，伊个老师师傅，谢谢你，我悟了，马上面放光。无面的乌妈妈，马上放光。老师，我悟了，谢谢你。一个扣一个头，我悟了。啊，伊都对我十二年我一千层的天主教徒，爸爸天主教徒，哈，妈妈天主教徒，啊，妈爸爸嘞，对登山嘞，过台湾来。安尼来嘞，好，就安尼讲了，伊就安尼向我老师，师傅，我开悟了，我悟了，谢谢。我来足欢喜，做了就真爱去道场，
那有要讨，有冤有就要讨，做你一人来讨，我欢喜来讨，卖伫世间，互人去乱心，要讨做来讨。吼、哦，这就安尼俩，所以道场辛苦的所在。但是诶，道场诶，足侪人诶，会害呐，有觉悟，吼、哦，有较有智慧诶啦，较修行、较认真修诶人，拢会互起妄动，拢会起妄动。哎呦，你遐个来伫修，遐个读经，遐个来读，起妄动。生死是迄条的，生死四大诶，哈、哦，生本来大是真大，但是死搁较大，死诶问题较大，生诶事小啦。死是大，生的事是小，死的事是大。死了后会开悟无？你来开悟，咱成就成佛，袂对入恶道。咱若无开悟，咱就对入恶道。那么想我都陪你去恶道呢？无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吼、哦，只有家己入恶道来得去。所以啊，咱啊，咱在世间啊，任何所在拢是有道场讲。那么像现在最近开始，吼、哦，哦有啊，开始的选举时间到啊，啊选举时间到嘞，哦，我这个党派要迄个党派想尽办法要甲你迫害，吼、哦，想尽办法要甲你迫害，这是违背，实在是做违背人的，这种不是做人，不是做人的本分，不是人的本分，吼、哦，那这都是动物才有这个形态，动物。咱人投胎哩动物来看了，哦，呜，就要相交去家里，迄个动物唔是人，哦。但是，即个都先都做人起来，那才袂晓报效，吼、哦。因为人有南北之分，但是佛性就无分嘛，佛性共款嘛。所以咱何不咧好修好法来修心养性，来尊重人个人呢？那毋是过得足快乐个？卖暗时甲咧想讲，哦，我妈在用啥甲咧拼，啊，甲咧安尼，想尽办法叫人甲咧调查，甲咧去检举。安尼枉费做人是足可怜的，世间上可怜的人就是种人，所以咱爱注意。咱各位，咱就咱中文弟子啊，咱心量放开，爱去悟这经，爱咱呢自然对起。所以出去等等呢后段呢，过几节啦，咱会讲到后边迄、那个这慧能大法师足济开始非常的好啊。所以无爱甲讲都悟做啦，知影。知影这个六个慧能大师啊，伊有伊的迄个慧根真好，所以惊到这恶人要害伊啊，有妖魔鬼怪就要甲害，哈、哦，借人啊要甲害嘞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无爱甲讲，伊知无？啊，慧能讲伊知影，伊知影是那有地位的人，伊就看会出来，哈、哦，伊就知嘞，好、哦，唔敢行住当前呐，好、哦，所以唔敢。在咧头前咧去找师傅，唔敢头前去甲伊讲，因为吼，互人会不知不觉安尼，那遐一寡无智慧的根气较低，啊，就未想尽办法要去拜贴，伊较有觉性的人，吼，这是人的缺点啊。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啊，唔是即摆尔，唔是啊，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啊，吼，世间人就是安尼，感觉。所以拢无开悟，唔知咱分啦，吼、哦，甲咱讲咱爱觉悟，爱觉悟，无分，吼、哦，唔好哇，是，咱本来社会都咧乱啊，宗教吼、哦，本来宗教都爱较有超越的，宗教惊宗教的人较有超越的，结果宗教的人嘛互相烧嘛，嘛较有蠢的，我骂你，你骂我，骂到安尼，嘛到讲家己上敖，啊，别人唔对，吼、哦，才咧分南派咧北派，南宗北派，啊，迄就真无好，即安尼咧，咱枉费。挂一个壳，挂一个面壳，就好做我修道人，吼、哦，啊是心呢所行呢，比修道人都较输呢，比一个农夫都较输呢，这足可怜的，哈、哦。做一日啊，咱五做一日叫门人啊，拢来，叫所有的地主拢来，哈、哦。五做讲莫向逆算，世人生死殊大，所以世间的人啊，咱是世间啊，生甲死殊还是真大。你定将日只求福田，大家呀、啊，每一工干来求看福田无？哦，我来只修行，我求福田无？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干来就哦求福田，较有福报无？有福报无？哈、哦、啊，不求拢无要求出离苦迄个生死的苦海，哈、哦，咱即摆真侪真侪人啊！哈、哦，真侪修行的嘛是安尼。哦，我修个内心较有福报无？较有福报啊！
哦，有个人啊，老师啊，哦，你足有福报，所以你这道场起啊大遐水，你有福报，我你莫甲害阿弥陀佛了，你莫害我，莫害甲害死。你讲我福报，我就是我足欢喜的，哦，得利用用福报，福报嘞，永远来做人才福报了，你袂了断嘞，永远是做人在轮回，好多福报了，较歹嘞哦，哎呦，好、哦，所以啦，咱若唔知啊，恁想，哦，我足福报的，哎，我记，好、哦，唔知各位啊，恁若有开悟，恁莫哦，你足有福报呢，唔是安尼讲。唔是安尼讲，哦，诸圣若迷啊，何苦苦求呢？咱若心若迷去的时啊，吼、哦，哪有什么何苦求呢？心若迷去都唔知对对去啊，哪有可能有什么福呢？无可能嘛，吼、哦！你定国之去自看智慧，等于家己去看家己，看家己智慧，爱看智慧。哈、哦，出自本心不择之性，找家己原来所藏的大智慧。原来过去生生生世世所藏的智慧，哈、哦，各作一记来听我看，各人等于去做一个记来给我看，来给我看，哈、哦，若我大意啊，护念发依法为第六大种，假使若有开悟者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大意啊，整个咪一个清彩的大意哦，有悟到真真正 正。宇宙大空，宇宙生生世世生生不灭的妙法发的时啊，哈，这发的时啊，护念依法为第六种，所以护大家做第六代的祖师，哈，哦，这就大家足欢喜啊，哈，所以足济啦，去道场去修行嘛，希望讲有一天伊会做主持，会将全团来，全团来做主持，哦，真济人有所求就对啦，快急速去，大家紧来去，不得。停止，不停留，吼、哦，唔通停留。数量极不重要，各位就一直要做，要开悟，头壳经过一直做，下过界，下过界嘞，迄无重要，迄咪大智慧，迄个智识。所以现在世事啊，我世事朴事啊，拢无大智慧开悟嘅。哦，我伫过遐册，足侪都那抄了，迄本抄到一本，抄到大本嘞，吼、哦，世事摆到大地，吼、哦，朴事类嘞，足侪安尼来。唔是实实在在作势，唔是哦，哈！伊若只要朴书大智慧者，根本免顶册，免去图图书馆。我做朴书，我博士论文，我是图书馆去摸册，吼、哦，都我得摆几桌。咱一个信徒讲，要写朴书论文嘞，我去因家去看下，我咧创啥？去图书馆，所有图书馆都照照，吼、哦，几桌顶了。我喊你要抄来，我吼，那教授我惊新朴书的书，这老师吼，是讲看你摸下册，我就应该先准了你啊，因为我无时间看迄堆，我无时间看迄堆，因为你嘛抄啊尔嘛，啊你啊抄，我嘛明明知你抄啊。这都是咪大智慧哈，这是知识啊，不对嘛，见性之人啊，言下便见，你若见性的人啊，开悟人。我讲，你就是看到家己啊，故意就是安尼。啊，若如此者，啊，论多上阵也得见智啊。假使若有开悟的人，无论较济人来论多来甲你挑战，也多来甲你挑战啊，拍擂台的时啊，你嘛有法度见性就对，啊，心如不动就对。我咱人咯，外境一直在变化，人啊，也多要甲你抬落嘛好。千变万化，什么？但是软件中到位的时啊，心如如不动，未影响到你的大智慧，未影响到你的大智慧。人家你骂，家你菩萨拢好，你如如不动，未判唔见你。这就是这样子的开悟的人。